二之一常见的浏览器，上网的工具程式呢，我们就称为浏览器，有很多种哦。那常见的浏览器有 Safari， 比如说 Mac 的电脑 ，IE 浏览器 ，Chrome、Opera、Firefox 等等。那图示就长这样哦。如果你是 Mac 电脑的 IE 啦、Chrome 啦、Opera、Firefox， 那我们上课呢，其实建议同学回家可以把自己电脑把这个 Chrome 浏览器把它装起来，因为它跟 Google 的整合非常的好。